我感觉要等一下岔气。不是你在场面，不对，可是他走错画面了。稍等片刻。笑得好累啊！好，开始喽，哔哔。今天他主要主题是打不倒报名网站，那我是受不了丢老板。大家知道这是 Mutual 的，这是一个线上活动报名系统。那这基本上它有 99.9% uptime， 就从前到现在都是这样。对，不过总是会有一些年度 downtime 事件发生。不过今年受他挑战，那我来干嘛？打广告耶！ Yeah， 我讲真相，没有真相哈。那创的这个所有报名网站基本上都是一个低流量产业，低流量产业就是三天打鱼两天晒网，那出去打鱼的时候才有东西可以拿。对，那跟内容网站不一样，内容网站基本上流量稳定可以预期，那收款网站流量超不经过你，我完全无法预期。对，那这是我们的那个 daily visit。 哎，然后你会发现说，哎，其中有一些地方。稍微遇到浪大一点。那我们有些商业逻辑上瓶颈，第一个是说我们的报名需要是 sequential number， 对，所以大家要一个一个拿。然后另外是说绝对不能超满，对，那所以一次只能服务一个人。那钱能解决问题当然都不是问题，不过就是没钱，好，没钱就可以用积蓄力搞定。好，那先讲一些黑历史。那黑历史就是说，在2011年的时候，其实我们就是台死不起，然后对决一局，然后一局论全部搞定所有的东西 ，DBLS。他号称可以承载百人购票，那时候是什么 PP？ 对，那完全没有压力，所以想说应该没有压力。不过没想到就瞬间被打趴，那就是大家可以看2011年录影这样。那今天不是在道歉哈。2012年的时候呢，我们做了很多东西，然后比方说我们有过来有六台机器，我们有 Web Server， 我们有 Robinson， 但是呢，就是这架构哈，但是莫名其妙是8点开放报名，8:07 Robinson 忽然没反应，完全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那检查完毕，重开 Robinson， 那20分的时候其实就报名完毕了。好，那基本上还算很顺畅。那维基百科上面资料错了，请帮忙修一下。好，那2013年的时候呢，我们想说我们定个目标，就是说，每分钟完成1000人报名，那瞬间至少留入5000个人说那个正常回避。那我们把台湾会参加的朋友们都估进去，应该没问题吧？好，那那时候做一些架构上修正，比方说 Robinson 改成用 TLS。所以呢，就是他其实就是把 SSH 交给后面的，就是搞定了，这样没他事，所以他流量漏力非常小。那后面改成 Unicode， 莫名其妙的原本是 Tenants， 现在改成 Unicode 的时候，那 performance 好2倍，我也不知道为什么。好，那因为呢，这时候呢，我们 server 在做加倍了，然后因为 Lino 给我们东西就加倍，所以我们就加倍。然后还有我们把 table lock 改成 lock， 还做一些其他小事情，所以理论值说我们每分钟可以处理2000个报名人。那实际结果呢，就感谢 CoStar 团队有一个就是开放原始码贡献者专属报名方案，这太棒了，因为所有满腔热血的人都先拿了吧。活动报名前2天的凌晨3点就几10个人在排队，不知道为什么。对，那所以我们只好发公告说那个不用带睡袋来。这是开放报名前5分钟呢，基本上是像被使徒来袭打过一样。2点开放报名呢，47秒报名完成，那接下来就没事这样。对，但是接着收到广大的抱怨，就是说怎么1分钟没票，报名网站搞什么鬼？这个是当那个因为
为那时候正好是瞬间报名量，这样就瞬间看到瞬间涌入了15000个人进来，然后不停地流动。对，那就是哎，就是给大家看一下状况。算一下 WWDC 卖5000张票，然后90秒卖完，其实 Costcup 就是它1/3 F Live 这样。那所以我们要怎么卖数量？下一个数量级的票就是我们接下来的问题。对，那希望大家明年继续来用，谢谢大家。